近日赵薇晒老公与女儿的背影照，透露一家人在外国度假。据悉，赵薇与丈夫黄有龙其实是在法国酒庄举行晚宴，邀请了许多宾客出席。穿浅色衣服那小女孩是小戏骨《红楼梦》中的小黛玉，小四也越来越有小小燕子的感觉了，大大眼睛，古灵精怪，特别可爱。赵薇似乎喝了点小酒，微醺脸红，照片背景疑似法国豪宅。此外，还有网友称，这两个去做客的小女孩是由赵薇的私人飞机接送的。早前赵薇晒出一张老公跟女儿的背影照，不少网友直呼好温馨。原来一家三口在度假，小四月近照曝光，颜值和妈妈赵薇一样都很高，眼睛很灵动，十足的小美女呢。